王汝恒，哎呦，传低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要扣了，金晶来了，哎呦哎呦，大风车，我觉得这球他还是算是跳的不算死劲儿了，保守了。人家那个春就没有结束过，一直在春天。这不是中年，现在五十岁都是青年，是简单有效，对吧？对，当然你需要他挑担子的时候，他也一样能挑起来啊。哇，球外线三分。两队今天的开局啊，我是觉得不管你这个阵容怎么样，投篮怎么样？好球！张镇麟这个运动能力真是强。哎。张镇麟再传，哦，好球！朱荣镇二加一。所以我都说了，我这张镇麟打球，他有非常好的传球意识跟技术。嗯、他在罚球线一拿球，高低位，他又能投又能突又能传，是吧？这个位置拿到球，他的威胁就大了，是突破的威胁性更大。是啊。焦海龙啊，和上一次同样的技术，嗯、是因为传浅了呢，担心会被断啊。好球啊，张镇麟。是张镇麟投篮出手那下特别快，真厉害，他球不难。张镇麟啊，这个突破重心够低，而且这些球呢，张镇麟也是有身体对抗的力量。嗯，出球，刘志轩，好球，传得好，球，张镇麟这个基地传的，真的传得好。辽宁队这个快攻的分散非常好，嗯，对吧？朱荣镇也在快下，不过呢，张镇麟先快下以后拉到边线，嗯，这杨明为什么这么开心呢？这是他要的东西。是，哇，没要这下，直接传到前场去了。张镇麟啊，复杂了，快轮意思你直接打吧。好球。二打一呢，其实这真没办法，这个风格不一样。你说郭晓明以前那个，应该就一颠就特别的那种，就是特别的潇洒，对吧？对，这种球直接左手就舔篮了，两分就拿了。王汝恒，哎呦，传低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要扣了，金晶来了，哎呦哎呦，大风车，我觉得这球他还是算是跳的不算死劲了，保守了，嗯，太轻松了。十七分球，再攻不进呢，就还行。张镇麟接球投一个啊，这防守好像给的空当太大了吧？今天防底线，王文宇，哇，这个位置真的太危险。选的这个位置，好球，好球。这一看一看赵继伟打球啊，他那个加速其实就是让你陶然林过来，嗯，就认认真真打每个球。哎，这球应该说赵继伟啊。你看唐林那个真是配合，赵继伟的防守，他的这个判断，他的超节那下真的是换下来，换上更加年轻的十七号文彦行啊，又一失误，老哈这累真的累，老哈累真累，有二十分了，哇，手硬，是金晶他挺喜欢在这个点投篮的。张镇麟，好球，手也够硬。张镇麟的关键球也真的是很平常心来打，这波进攻要攻进。嗯，嚯，张镇麟这球投篮真的投得很有自信，非常有自信。你说这球是机会吗？哎，中空了！哇，这是张镇麟等了一整场的这个啊一个瞬间啊，是舒服了。张镇麟这样的身体素质，他动起来打你确实很难跟啊。嗯。好，现在换了，不用全场的紧逼了，就放他一人打，对啊，也不做动作，要不呢你就队友赶紧过来夹击，不能等约翰逊起了再夹。没错，这球是约翰逊被郭艾伦给拉出来了。嗯，张镇麟，张镇麟这个二次进攻也很重要。郭艾伦再分给外围，有空档，转换当中三分没有把握住，冲篮板，张镇麟拿下来，再来一个赵继伟，有，今天投第五个，终于进了。啊，给杨明，张镇麟这个篮板也是给劲儿啊。对。这球不自信的可能就是传给梅奥了啊，是
坚决投，分出来，赵继伟再给到张镇麟，有补防，哇，漂亮啊！打板的手，这下半场这几攻打进之后，张镇麟整个这手感上来了啊。对，刘志轩底角尝试，但是，哎，不挡一下吗？哎呀，这下得了，飞了啊！犯规，葛兆宝还在篮下呢。是。回看的是刚才张镇麟扣的这一个，